修中的预备祷告要多久呢？灵修中的预备祷告是要祷告到能够预备好为止，因为这是为了听神的话语去做的预备。祷告的目的不是应验，而是在于顺从。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直到能顺从神的旨意为止。灵修中的预备祷告非常重要，无论是30秒或30分钟，一定要尽力迫切的祷告。